亲爱的工友们，大家好，工作辛苦了。大家在工作之余是否曾想过，我们背井离乡，我们用青春、汗水、血与泪换来的是什么？工资，不错，是工资。像我们厂的话，它做的货是比较杂的，但是这迪士尼的也是一个大客户的。在制作这本书的过程中，就有好多机会会出现工伤，像搞这个皮壳的时候，他会用一台机器去压这个边，但是这个压边机上面没有任何安全的装置，要靠你很小心，因为像这一类的书就是很小，我们去压的时候，这个手跟这个压边机压边的位置，它是钢板离得很近，我们放进去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不小心，我们手指头就会连这个书边一起被压到。在做这个酥肉过胶水的时候，在这个过程中，这个包括制作皮壳这个过程中，因为要把色纸，它是一个不停旋转的一个胶水机，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些东西这样用手工操作着，这样进去，然后这样手拉出来，它在转动着，我们在操作的。如果不小心，这种材料跟我们的手会一起被卷进去。外国人经常来这厂里来参观的。验厂的时候，但是我想我们厂应该是那种复印了事的。来之前，大家厂里的那些领导啊，就会通知我们，拿一些资料给我们，就是比如回答一些问题的时候，就是要我们拿给我们背啊，可以说是背的了。然后他会首先会警告你，千万不要乱讲话。七天从来没睡好过，是因为人家要多菜，要喝酒，要热闹，而我们是要睡觉。你又没法跟人家说啊，你吵得小声一点。星期天是人家休息的权利，你说不出口，但是你晚上要上班。那平时我们上班都是，不是八点半的班是吧？一般都是8:15进车间，那本来是7:30的班，7:45打卡，然后是下班是7点，中间有一个小时吃饭时间。好，那就是。我在婚姻厂里做了差不多有一年了，你要提前多久多久到车间，如果没有照他说的提前那个时间，然后也会被很凶的责备。狗屁加班啊，每次以前我们过年的时候也是干了好多，10个多小时12个小时，说过完年补给我们也没补。还有夜班的休息是很大的一个问题，夜班休息它就是没有一个让你休息的地方，中间有一个小时，有差不多同时有1-2千个人上夜班，在晚上，大部分就是在夏天还好一点，在很冷的冬天，我们就只能坐在路边，就那一个小时很难熬的，就坐在路边等着时间，就是上夜班的时候，他突然因为停料啊，因为一些别的原因造成你没事做，他会给你下班。然后会在深夜里2-3点，好了，下班了，你走吧。但是这些工人呢，又住在厂外，有的住得很偏僻，这就有很大的安全问题在路上。没有人考虑这个问题，也没有人想着女孩子在外面会遭受一些什么意外。最不方便的就是最不方便的，前天在这路口撞死那个是个女人，撞死了，我亲眼看到的。是婚姻厂的吧？是啊，我们婚姻厂的穿着这种工衣，那头发还扎在后边，我一看那头上淌了一大片血，我都没敢看，我就跑回来了。
还有因为工作太累，常常会有工友在车间里晕倒。因为时间赶得比较紧，而且厂里的饭堂太小，比较拥挤，有好多人就是在饭堂里吃不到饭，要排好长好长的队，吃饭的时间远远没有排队的时间多。一楼好像是做饭的，二楼是打饭的，三楼是吃饭的。一楼跑到三楼去吃，端着那个盘子，你看到了应该是。有好多工友就选择在外面吃，或者省事我就不吃了，直接去上班。再加上车间里那些温度比较高，还工作节奏比较快，比较累，就有的工友就会干着干着突然晕倒。在开会的时候呢，这些管理人员就会说，你们晕倒了你们活该，我不会同情你们的。那些骂呢，有些拉长骂的就是话很粗的，什么猪头猪脑啊，脑子进水呀、像牛一样啊，让我们牵着你的鼻子走啊，这些就是很侮辱人的话，会经常从他们嘴里面听。然后你自己可能也会觉得有压力，就会有好多时间，一个上午为了不去上卫生间，也不去喝开水，就那种很热的天，经常我们就是除了下班的时候才去喝一点水。这个好像也没有人强迫我们一样，但是我们是被迫那样选择的。他们如果安排人去顶我们的岗位，我们可以减少那方面的压力。但是当时我的手就伸进去了一点点，这样的嘛，伸进去一点就刚好压下来，压在这里。好像那个女孩子也不知道怎样说，把好像整个睫毛都卷进去了。是我们没敢看，我们拉长吵不让看，如果再卷的话都会把头卷进去。他只是给你讲一下过程，而是说这种方法是怎样做的，你别违反了，他只是这样说。反正每一层楼如果说出了工伤嘛，听他们说当官的奖金都会扣掉的，变成小工伤，本身也可以安排他休息的，他就会给你说一下好话，你不要休息，我给你搞一点药，我给你安排个轻松的工位，他会这样的。你休息一天照样扣你33块钱，只不过我还害怕休息，这是真的，因为休息人太孤单了。休息是太孤单了，是不是？一个人停在房间里真的无聊，还不如上班了。上班再拉上，可以跟那女孩子说说笑笑而已。是不是休息的时候就特别想家？哦，我两个孩子，我女儿还小，我女儿我1岁半我都出来了。现在女儿几岁了？4岁多了。你见过妈妈了，现在肯定不认得了。我中间回过一次，她知道给我有一点面熟，我问她、你叫你看看你还认识我不认识我，她看了半天，她说哎你是我阿姨吧。哇，是这样的话我都不敢提，一提小孩子啊，一提多久回家一次啊，是啊，不敢提的人。对，还有这个我们要把这个书角搞得很光滑，因为他们就会经常跟我们灌输一些那些外国的人比我们高贵的观念，说那些外国的人那些小孩子皮肤都是很嫩的，我们要对他们负责呀，但是对我们从来不讲这个事情的。希望厂里面能够就不要那么虚伪吧，不要什么事情一定等客户来的时候才做的，才把那些事情做得好一点，应该在平时的时候就应该注意到一些隐患。工友们，现在我们应该团结站起来的时候了，为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，我们应该争取主动。我们现在就签名，强烈的要求工厂改善工作条件，保障员工的人身安全，为员工提出住宿条件，为员工按法律法规补办养老保险。真理永远站在我们这一边，一个有正义的人。